我今日哦，带婉君来认识咱的东方艺术团。啊，但是我相信足侪吼观众朋友可能嘛对咱东方艺术团不遐了解，即麻烦团长帮我阁介绍一下咱的由来，好不好？阮东方艺术团呢，一开始就是先会当拜不做，阁会当顾不到。我一开始就是安尼想，我若做这个艺术的吼，拢有时阵拢无去重视着这个生活现实问题啊。啊，当初是安那讲，下去想讲，咱用民俗舞蹈团，啊，但是甲咱庙会阁有关系。因为一开始我是这个学武术的，所以我是武术跟舞蹈两个把它做一个做 当一个主要的元素，然后把它结合起来。哦、因为咱所有的艺术里底一定是有文的武跟武的武，啊，你也结合着这两项，全部的艺术，咱宗教艺术啊，基本上拢会当解决啦。所以这就是一个结合了舞蹈、武术、艺术、传统的一个表演。然后还可以够巴豆，哦，安尼太好啊，团长。因为吼，咱即摆需要就是这种难度非常非常高的一个领域，因为今仔难得婉君来，要来挑战，要来体验。两米吼，婉君都教你啊。二、三、四，看右边，准备五月花。一、二、三，太早了，没关系啊，这样准备哦。这样，对，是的，好，小花花，好，对了。我只会五月花，五月花很重要。好，这样子哦。好，然后这里 ，OK， 这是第一次的牵手。我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我看你安尼穿咖呢，你要不要就休息？我看这个没。手不喘的问题是我手已经完全打结了，哎，一个看似最简单的动作却最难呢。那个样子呢？只有样子而已吗？这个我说不准，那我已经融入他们了。老师，来，因为杜姐哈，我跟执行长在聊天的时候，我就有发现啊，正式着装之后那个气势，真的不一样。而且哈，还专门挑在这个我们热闹的老街前面。你知道那个是现场直接面对市场的概念。哇，刚刚你在后面这样看我，我们请老师给分数好不好？觉得他最后这个表现200分哦，200分。因为刚刚在练习的时候，就是我可以感受到他很用心，就是很想要融入我们大家，然后把动作记得很熟，所以他就一直要求说：“老师再一次，大家再一次。”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大家都被他的那个用心啊，有感动这样子。对对对。那你从他一开始，今天我们稍早的时候第一次开始跟大家加入，一直到最后换装，我发现。大家除了说舞步这样越来越融合之外，有感情好像也跟大家变得不错呢。当然，首先呢，我要很谢谢老师，还有这些团员们的，你知道耐心的指导，还有陪我练习。因为我今天练习的时候真的很热，我跟太阳真的非常的有缘。我上次跳关将手也是晒到一个像人干，可是，在练习的时候都不会觉得热或什么，但是一练完就说天哪，怎么那么热啊？你瞧，那在看哦，婉君啊，我觉得自从上次你跳关将手，他不稳。啊，这次体验咱牵手观音，那个非常非常的稳，很柔，而且看你安尼装扮哦，
的法相慈悲都出来，有观音样哦。所以你不觉得吗？其实哦，在传统的义阵啊，跟现代的一些舞蹈也好，或者是各种艺术的结合啊，只要用心哦，也是可以开创另一片天的。爱台客甲炮啊声，即届暑假特别客位，有种换看看暑假大作战。对婉君的外景体验吼，咱会用看到讲啊，伊是真正专心专意咧加入这个艺阵，成为因的一份子，甲文化接触啊做到100分，用实际体验分享这份民俗的力量。你们好，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紫薇，我们继续。学长，怎么可能每次都你赢？学长都在睡觉，而且大热天还抱全身，跟你什么关系？想死啊！那么久不接电话，现在可以讲电话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真的是跟你姐一样傻。你在直播上画歪眉毛，你看一样左手拿杯子啊。到底要喝什么？你快决定了。你知道我喜欢少爷？废话，这都看得出来好不好？哎，手机怎么在我包包啊？阿邦那么爱捉弄我姐，哪有像你这种学弟一直欺负学姐的？学姐，你肩膀这么重，来，快把我弄掉！哎，我现在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，根本是看我。没有。再给你们喝。吃坏肚子，那很严重哎。